ASEA 细胞健康是一个以目前科学领域中正快速增长的氧化还原信号为基础的全球性公司。我们相信通往健康的途径在于我们身体深厚的自愈能力。我们期望公司在科学上的突破能对全人类各方面的健康都有所影响。ASEA 的使命是改善人们的生活，并成为这个世界上的正面的力量。ASEA 在2010年成立，只靠着一样产品。2016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扩大到遍布26个国家，总销售额为3亿2000万美元。因为我们全靠口耳相传销售，能有这样的成绩，真的是产品功效优异又独特的证明，您说是吧？ASEA 因为三个生意人无意间发掘了人在研究并开发的独特技术而成立，并从一开始的商业研发转变到现在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为使命。当有大型制药公司想跟ASEA 购买专利时，创办人们断然地拒绝了，即便药商提供的金额大到不只是让他们能够付一整袋，他们一致的目标就是希望技术突破的成果可以直接提供给人们，让人们直接使用，越快越好。因为这样的目标，他们把原则和目的看得要比自我和商业利益还重要。ASEA 的技术主要建立在氧化还原生物化学上，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0份氧化还原信号的研究被发表在科学和医学的期刊中。虽然你可能没有听过，不过已经有超过1200多本氧化还原信号主题的书被出版。氧化还原信号的领域也已多次获得诺贝尔奖。随着年龄越大，我们产生的氧化还原信号分子就越少。由于当身体有问题时，需要氧化还原信号分子发出信号。没有足够的氧化还原信号分子，就像是我们的细胞要拨119却没有好的信号。因此结果就是，比起年轻时，我们现在出现更多慢性健康问题。我们的视力减弱了，记忆力大不如前，关节炎开始疼痛，我们的免疫系统变弱或过度的反应。原来灵活的身体似乎少了些以往的灵活。许多人认为这些问题不可避免，或说只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研究发现这其实是氧化还原功能不足或失衡的结果。我们的细胞会自己制造工具，用来遇到破坏的时候自动修复，这些工具被称为氧化还原信号分子。细胞在每天每分每秒产生能量的过程中，都会产生氧化还原信号分子，如果没有它们，生命无法延续。氧化还原信号分子有两类，第一，还原剂，携带着激活细胞氧化剂的消息，抗氧化剂会帮助防止细胞损伤和预防疾病。第二类为氧化剂，负责启用我们身体内的细胞做适当的讯息传导，以确保免疫系统在防止有害的细菌、病毒和感染的时候有最佳的表现。氧化还原是还原剂和氧化剂的简称。建构已几十年的研究，数以亿计的投资和与原子医学物理学家的合作之上，ASEA 创造了目前唯一的稳定的体外氧化还原分子来源，它们具有生物活性，并且已经可以让人们使用了。有了这完整的专利技术，ASEA 创造了一个提供人健康效果和及抗衰老的安全产品。谁能够从 ASEA 的技术中受益呢？每个人都关心身体健康，运动员可以恢复得更快，并拥有更强的耐力。我们大多数人都想要看起来更健康，
ASEA 创造了一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产品，一个可以让每个人都受惠的产品。要了解氧化还原信号分子，可以先从了解它们不是什么来做开始。它们不是维生素，不是矿物质，也不是抗氧化剂，不是另一种异国的果汁，也不是另一种类型的碱性水。它们是产于人体内的分子，能增强重要细胞的功能，让身体更健康，让体内的系统都运作得更顺畅。这真的是非常令人兴奋。ASEA 的技术让我们首次可以人为补充这与生俱来的体内分子。许多人认为这不仅是健康科学的突破，更是份给人类的礼物。当我们正面临着环境中充满了无数迫害细胞的毒素时，它适时地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帮助。ASEA 从两样简单的成分开始，水和盐。为什么呢？当我们的细胞在制造氧化还原分子时，它们利用体内所拥有的丰沛的资源水和盐，因此 ASEA 运用专利的技术复制了这个人体内部的自然过程。水分子和盐分子被分解成自由漂浮的原子，并且完美的重组为氧化还原信号分子。这过程完成后，只剩下少许的盐存在。一个分量的 ASEA 大约只含有一个胡萝卜的钠。即使是有盐分摄取限制的人，也可以轻易的服用 ASEA。ASEA 有高标准的质量保证。为了验证我们 ASEA 还原认证产品内生物活氧化还有还原信号分子的存在， ASEA 做了内部的测试，同时也请了替全世界前25大国际药厂和生技公司中的21家公司进行生物分析的独立实验室替我们进行测试。 ASEA 也与几个世界级的独立实验室是临床实验的合作伙伴。在谈论这些临床实验结果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线。 ASEA 提供由内而外和由外而内增强细胞健康的产品。 ASEA 氧化还原补充液是公司的旗舰级补充液， Renew 28是比 ASEA 更浓缩的产品。它是一个全新的焕活凝胶，可以直接涂抹在任何你想要的地方。为了加强 Renew 28的抗老功效， ASEA 创造了一个目前世界唯一以氧化还原为基础的护肤系列，我们称为 Renew 尖端高技科系列。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项讨论这些产品的更多细节。我们先以 Renew 28开始。 Renew 28是 ASEA 的全身焕活凝胶，它的效果非常的突出。Renew 28的唯一的活性成分是什么？就是氧化还原信号分子，由水和盐重组而成，能让皮肤拥有最佳的焕活功效。氧化还原信号分子不仅帮助我们细胞再生，它们还能协助细胞将讯息发送到坏细胞做清除破坏，让新的健康细胞替换坏的细胞。你可以想象这种功效可以替你的肌肤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使用者常常跟我们说，使用之后皮肤表层下也感觉很不错哦，例如原来的不适有明显的减少，或者运动的范围增加。 ASEA 的临床试验证实传闻的经验。 领先全球的皮肤研究专家做的研究中以证实 Renew 28能够增加流向皮肤的血液流量。数据显示每天使用2次，使用96小时后效果增强了
55%，55%，领导这项研究的史蒂芬森博士说，这样的研究结果很惊人，因为血流的增加对无数的皮肤症状都有显著的改进。血液带给细胞维持生命的氧气和营养，同时也帮细胞带走废物。好的血液循环不仅对皮肤重要，对我们的身体其他部分也一样重要。另一项研究发现， Renew 28上让皮肤更新周期缩短了 16%。 负责这个研究调查的史蒂芬斯博士说，用 Renew 28缩短皮肤更新周期，对皮肤的整体外观和健康都有很显著的改进。这项研究对受损的细胞组织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也说明了它的名称为什么是 Renew 28。 最好的皮肤细胞更新周期是28天，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等等，都会让周期延长。 Renew 28让更新周期接近到28天或甚至更短。使用 Renew 28为期12周，每天使用2次的试验参与者脂肪平均减少 16%。 Renew 28已经被证实对人体内细胞内自然的讯息传递来减少了脂肪堆积有很大的效果。当其他的脂肪治疗方式仅不过带来了发炎或短暂的填充效果。来看看手臂的图片，下层结缔组织的改善让皮肤的弹性有显著的进步。使用者常常跟我们说，使用之后皮肤表层下感觉很好，例如舒压和减轻身体的不适，皮肤看起来和感觉起来更平滑、更年轻、更健康，因为的确有这样的改变。这位医生用 Renew 28在他自己的脸上做了研究，他半边脸用 Renew 28，半边没用，持续了28天。如果你够勇敢，你也可以这样做。这也许是你与他人分享 ASEA 故事的最好的工具了。第一张照片显示了一位女士使用 Renew 28一年，右上角的第二张照片的女士用了 Renew 286个月，左下角的第三位女士用了 Renew 286个月，右下角的男士用了 Renew 2828天。时间的结果会因人而异，不过长期使用可以看出显著的效果。 Renew 尖端高效护肤系列是世上第一也是唯一的氧化还原信号抗老护肤系统，的适用各年龄层和皮肤类型的男性和女性。使用氧化还原信号分子前，我们先让皮肤使用我们的洗面乳清洗，它能够调和滋润我们的肌肤，同时洗去油垢、油脂和杂质。然后我们把 Renew 28活肤凝胶涂到脸部、颈部和其他我们想修复的地方。我们的精华素可以使用在特定的问题区域，结果有时候在30分钟内我们就看到效果了，适合使用于眼睛下面或嘴巴周围。过了几分钟后，接着我们用我们的面霜，临床证明这种高端产品能够让肌肤在4周内提升 43% 的滋润度。我们的面霜让局部益生菌与吸氧因子结合，进而增加皮肤的含氧量。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到了40岁，皮肤中的含氧量大概只剩50。ASEA Renew 尖端高效护肤系列高级的产品让第三方临床试验参与者的光老化现象在8周内减少了 92%。 光老化
是指人一生在阳光下的曝晒对皮肤所造成的伤害。上面的照片可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晚上使用 Renew 尖端高效护肤产品，隔天早上你再使用的结果，就12小时内你可以看到很大的不同。想象一下，如果长期使用，效果是有多么的惊人。其他的照片只是在额头的污点上单独使用我们的精华素2个多星期的时间所造成的效果。100%的临床试验参与者都有明显的细纹和皱纹减少了，他们不知道他们使用的是什么产品，但90%的人表示他们希望购买这个产品。这些是高冲击、尖端和安全的产品，无神经毒素、无刺激成分、无动物的伤害，成分都经过我们精挑细选，充分考虑安全性和疗效。我们的产品是科学和自然的最完美的结合。我们已经看到氧化还原作用的信号分子对身体从外到内的结果，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如何能够从内到外来提升细胞的健康。 ASEA 氧化还原补充液是公司的旗舰级补充液，经过我们认证，保证成分和对皮肤如此有效的分子成分是完全一样的。当我们喝下这些分子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细胞会立即识别出它们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因此它们可以马上进行它们的工作，做细胞间的讯息传导，支持组织、器官和身体的系统，身体的修复和再生也就变得更加的可能了。大多数人每天只要喝4个盎司 ASEA 氧化还原补充液，就能感受到对它健康的好处。氧化还原分子对眼睛和其他脆弱的组织以及植物和动物都很安全，当身体过热或有外伤也可以使用氧化还原分子。这些分子不会让身体产生过敏，也没有任何副作用。公司花了上亿对人体安全性做研究，确实确保它们是100%的安全无毒，它们不像药物，所以没有过量使用的风险。任何药物治疗或身体状况都可以搭配使用 ASEA， 能够在安全性上达到这样的成果，真的是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你可能有注意到它的许多好处，譬如增强体力和加强免疫系统，疼痛、情绪问题、疲劳、睡眠不好，可能都是衰弱的问题。当身体更有自愈能力的时候，上述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你会发现身体原本的机制开始运作了，开始去处理出问题的地方，当然程度会因人而异。由于细胞间的通信信号被放大了，因此如果有受损和毒素驻留，细胞变得更能够意识到，也更能察觉到身体哪里失衡。让我们来看看 ASEA 背后的一些重要的科学依据。在北卡罗来纳州研究人类表现的实验室为 ASEA 进行了双盲研究，在每天服用的状况下， ASEA 能够显著减少和氧化应激有关的危险因素，这些因素也造成心脏疾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以及损害 DNA 的重要的原因。氧化应激会导致发炎，而发炎正是大多数慢性疾病的根本原因。有什么比替你和你的家人减少疾病的危险因素更重要呢？这实验室也对运动员进行了双盲研究，研究显示自行车选手有了更强的耐力，有多余的肌糖原，恢复速度变快，燃烧更多的脂肪。当他们测试老鼠时，他们发现使用 ASEA 的老鼠比一般的老鼠多跑了29%的距离。即使我们不是运动员，
能有更好的肌耐力，更强的恢复力，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也很有帮助吗？数以千计的人显性告诉我们，他们得到很棒的使用成效，有些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看到了明显的改变，对于其他人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研究证明，任何人都可以借着使用 ASEA 而得到身体的改善，不管他们自己有没有发觉。ASEA 不做任何的预防治疗或治愈任何疾病或健康问题的医疗声明，在美国只有药用类的产品才会做那样的声明。 ASEA 是膳食补充类产品，我们的产品是分子补充物，支持人体自身的自愈与生俱来的能力。虽然网络上有很多关于 ASEA 和氧化还原技术的正面的信息，但请您注意， Google 只是一个搜索的引擎，不是研究的引擎。当你 Google ASEA 的时候，你也可能看到说 ASEA 只是昂贵的盐水的网站。这篇文章是2012年时写的，该文章的作者并不知道那个时候和从2012年起一直到现在 ASEA 所做的所有的测试和新的临床研究。他没有提供现场测试的结果、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临床试验的结果，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证据。他们的立场主要是基于一个27年前退休的非职业医师的说辞。你会相信一个四年没有更新、没有提出准确信息的网站吗？或是一个27年都没有临床经验的医生呢？由你来决定吧。许多医生、科学家、运动员和各行各业的有名专家都替 ASEA 背书，而且数量越来越多。他们许多人不止事业杰出，而且信誉有加，他们做了他们的研究，很多人还因为 ASEA 自愿付出他们宝贵的时间。 ASEA 因为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类别而大受全世界瞩目。 ASEA 因为把原则和目的看得比自我和商业利益重，公司这样的核心精神受到大家的尊重。我们吸引了许多理想、抱负和精神上志同道合的人。我们相信我们有责任分享这份礼物给全人类。越来越多人随着对于 ASEA 在技术突破上的认识而意识到 ASEA 真的是有造福人群的潜力。公司迅速上升到全球直销公司的前100大。全世界有数以千计的直销公司，对一个如此年轻、产品数如此少的公司，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成绩。因为是透过网络的渠道来分享 ASEA， 可以让像我一样的普通人或任何跟我们有共同愿景的人能因此获利，而不像广告公司或制药公司所做的。 ASEA 因为不是一种药物，所以可以让更多的人、更广泛的健康问题都能够使用。我们的产品需要说明，网络营销奖励那些运用自己的时间、公信力和影响力和别人分享公司的故事的人。 ASEA 每周回馈全球业绩的 50% 以上，当作是给大家的感谢支票。后续收益是不管你之后有没有继续做都会自动产生的收益，例如你存在银行的钱产生的利息不是其他人所碰得到的，但当我们的网络营销人员发现他们的团队和客户不断成长的时候，他们就会收到后续的收益。不论是用空闲时间、兼职或全职，网络营销事业都能让大家可以享受不用承担一般传统事业的风险和发挥的好处。有些人误以为网络营销是零售，因为那是他们所熟悉的，但是尽管它确实包括客户销售，它还是基于一个最古老却最有效的广告形式——口碑。
所建立的分销网络，这已被证明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模式。我们一起加入，相互支持，利用像这样很容易复制的简报，我们用电话和互联网参加免费的教育训练来学习，并与公司一起成长。我们保持简单明了，因为我们的主要业务是共享，不是卖，所以我们可以做自己。无论我们想争一点还是争很多，我们可以用适合自己的步伐从事这项事业，把它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把每个人的独特天赋和个性带到我们的事业里。人们对 ASEA 感到兴趣，通常是因为这六个原因里面的一个或一个以上。一，他们有健康问题，想要让自己变好，或他们想投资自己未来的健康。第二，他们认识的人或他们所爱的人有健康的问题。第三，他们是运动员，或单纯的只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体力，不容易疲劳。第四，他们想要看起来更好，或被皮肤抗老的好处所吸引了。第五，他们有财务的压力，想要有额外的收入，对能够在家工作的机会感到有兴趣。第六，他们想改变世界，对于有共同愿景、远见和想法的人有共鸣。想不想看看 ASEA 提供哪些选项呢？你在哪里看到自己了？有些人只是想使用我们的产品，变成忠诚的 ASEA 客户。如果这是你的兴趣，你可以用零售价或用优惠顾客的折扣价格来购买。只要你使用 ASEA， 任何时候你的身体健康和免疫力都会持续的得到加强保护。衰老和现代生活带来的压力所造成的细胞损伤对你的影响会远比一般人小得多。但对你来说，最好的选项还是加入 ASEA， 成为一个合伙人。这里是为什么？合伙人可以在第一次购买的时候享有特殊的价格，同时也有获得 ASEA 免费产品和感谢支票的资格。加入只要40元美金，你就免费获得自动化的在线商务中心，同时你也会得到许多人的支援，包括我在内哦。事业经营者是专注于让自己，同时也乐于帮助别人的 ASEA 事业成长的合伙人。我们提供免费培训， ASEA 事业成功会能让你拥有越来越多的后续收入、时间自由、减轻财务压力和你想要的退休。我们有许多人实现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会实现的梦想。非常感谢你让我与你分享这个信息，我也很想知道你的想法和六个理由中有没有哪一个是符合你的。